在下身服药物，可以的话麻烦楚小姐请出目前正在府上做客的长天同席。不是我不愿意，长天并不在我家。楚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有他在会帮到你们。在下得知了刘小赤的行踪。把冲动珍藏心中，或许依然在迷茫，该何去何从，不说也能够勇敢从容。有你的领航，从未偏离方向，就算旅行途中无时无刻都会存在激烈碰撞，好在我们彼此欣赏，不满足于现状，奔跑在路上，不说风浪，也不曾要到勇气，但总只有个信仰，只为那一句约定过的话语，平平所有力量，跌跌撞撞，情人做翅膀，不再也任何阻挡，笑颜歌唱，有你在身旁，我永远不会孤独长囊，有我在身旁，也永远别想只剩前往。来不拉几的，长天哥哥这么着急回来干嘛呀？爸，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好几天不回家，我不叫你，那你还知道回来？我跟老妈说过了，而且我也不是在玩，我有正经事儿。听你妈说，你最近跟一个姓楚的丫头在一起吧？我查了查，人家是富商世家。人家楚家是什么家世？我又不是冲着钱去的，八成又是因为你那套半桶水的玩意儿吧？人家一时心血来潮罢了，我劝你赶紧收手。我不图这个，他也不是那种人，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半桶水。你还顶嘴？行。哇！房里的书我全。长天哥哥被骂了耶！从今天开始，不许楚家再来往，反正你就看我不顺眼。我爸怎么就这么顽固？什么都管，我已经是大学生了，还这么训我，手不疼吗？要你管。管理层历来不允许干涉原武者之争，叶先生之事，我并不想干涉你们的比试，但是伤及普通人。今天下午，刘小赤会前往商业街执行一项任务，好好的孩子，可惜被人蛊惑利用。居然对双亲兵刃相向，这我就不能不管了。幕后主使就是天尊堂坐守湛庐。天尊堂跟我们虽是竞争关系，但是湛庐号称人道之剑，又怎么会？楚小姐可知黑暗仪式？据说在召唤武具之时，献祭人类的生命，就能召唤出失去理智与良知但能力大幅提升的武具。你是说湛庐他？湛庐正是通过黑暗仪式召唤，其人行事偏激，甚至不惜牺牲他人，也要逼其他武具加入自己麾下。湛庐为了拉拢在下，已邀请在下于天尊堂做客好些日子，在下亲眼看到他花言巧语，骗得令郎倒戈相向。口出无凭，能否请叶先生提供一些佐证呢？湛庐是谨慎之人，在下匆忙之间也未能。不过在下可以破例再提供一个独有情报。情报？湛庐的天级能力。搞定。这是要干嘛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没想到竟是这么霸道的能力。
楚小姐，是否有什么紧急情况？抱歉，小姐，之后我愿受任何责罚。莫言，小姐，夫妻同心，我与内子也是一般想法，我们速速就回。情况紧急，楚小姐还是快去吧。死长天，关键时刻又跑到哪儿去混了？ 喂，长天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被叫回了家里，我老爸他……我有要紧事要立刻出门，你赶紧回来帮我盯着，以防敌人偷袭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十来分钟的路程，只要加紧赶回来，还是能来得及应对紧急情况的。有什么事我会再联络你。就这样。怎么？一脸吃屎的表情。大小姐脾气又犯了，干什么去了都不说清楚。我们先回楚家。 小姐，这里肯定是照片上显示的地点，但是那些被抓住的平民毫无踪迹。以在下的身份不便出现在现场，楚小姐一行只好自己去查看了。咱们再出去找找，没有就赶紧回去。小姐，先出去看看。急件，什么时候？ 糟糕，是陷阱！得赶快通知长天。奉首座战卢大人之命，请楚小姐前往天尊堂一叙。孩子，别做无谓的反抗，跟我走吧。抱歉的小妹妹，本小姐可没那么听话。 那只好让你知道你天尊堂为敌的后果。刘小赤，你不用出手，让我单独会会他。你别搞错了，我可不听天尊堂的指挥，我才懒得动手，正好乐得清闲。小赤，你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闭嘴！不想死就先顾好自己吧。莫言，先专心应付眼前的战斗。 劝你可别小看本小姐，小看你，不用担心，我对你可是了若指掌。小姐，怎么可能？人类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等力量。这力量，竟然不下于太虚神甲。 不是你要着急赶回去吗？这是最快的方法。可能也没那么着急。有干将莫邪陪同的话，楚京城应该基本上无敌的吧？哼，见识短浅。本座承认他们的能力很强，但绝对不是无敌。啊？这怎么说？这就是你的能力，散法中人吗？伤势并无好转。 他并非神级武具，又怎么会？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我对你可是了如指掌。天人合一，元武者的究极战斗形态是一种需要武具与主人的心意完全合一，契合度达到最高才能踏入的境界。这下认清形势了吧？真是可惜，如此好身手，却要助纣为虐，休得侮辱首座。 我早已发誓要成为他的剑，为他歼灭所有敌人。不许多言。感觉。
走了。双姐，不要管我们，你不能跟他们走。可是，可样子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双姐，我们还没有输。你们俩。跟江莫言，我命令你们，我现在认，我们认输，不用打了，不用再打了，这时候你们两个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可是对方明明已经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，我们不能看着甘江他们去送死。楚倾城，你就这么点本事吗？你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，你以为我甘心吗？可我该怎么做？该怎么做？笑话！教训长天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轮到自己就不行了。够了！这些话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光说有什么用？住手！跟江莫言不要再打了，已经够了。现在放弃就全完了。够了。我不想让你们再继续这种没有意义的战斗，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，你们的孩子也根本就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。没错，老老实实的投降吧，继续当你的乖乖大小姐就好。小姐，我们的孩子这里还有一个呢，我们看着小姐长大，早已将小姐视为己出。小姐，你也是我们的孩子啊。可江莫言，小姐，我们一起共同面对生死，不离不弃。可江莫言，小姐。伤我家人，代价可是很高的。千年的衡量，天高也无边疆。